哪一国旅伴让你觉得很讨厌？巴西的人。台湾的朋友偏麻烦，体力差，又爱跟，又需要 carry。很多人都以为说这种乳清蛋白只是运动人才需要喝，其实没运动人更需要去补充这个乳清蛋白。我觉得是日常的保养。我还胖了23公斤，23就是靠运动。然后呢，真的你要运动，你要增肌，可以吃很多热量。